OK 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小六来，预备起。又又哎哎哎，俊明，思珊姐，年龄22岁，性别女。段维一个月，核桃还没到，我就说错了，还没到，我就说错了。好，你渴了，你肯定渴了，我来，来来，小张渴了，预备起。要要，患者王四郎，性别44岁，性别44岁。性别44岁，性别男。他是怎么得的病？就是这么来的。来，现在小杨来了，小杨来了，来来。飞。那个患者马六虎又女。你们少了个又又，你们少了个又又。又又又又又又，患者马六虎，女，年龄30岁，2小时前受外伤撞击头部，头疼、头晕、呕吐等症状，诊断为脑震荡。脑震荡。留院观察，是否有呕吐加重？观察意识情况，不是随诊，又 respect， 不是随诊，又 respect。过了，过了。过了，过了。respect。过了 ，respect。小贾来了，小贾来了，预备起。又又又，姓名宋大叔，性别男，年龄19岁，半月板，半月板损伤，又是关节，间隙疼痛，身躯障碍，建议局部按摩配药物治疗，忌久坐，要定期复查，不是随诊诊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Yes。 中午人，性别男，年龄34，一个月前被诊断为咳嗽，无痰中带血，无胸闷气急，诊断为咳嗽，建议居家隔离，忌辛辣，忌烟酒。过，谢谢。Yeah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Respect me。OK， 我看。